前望八咧，仲係有少少優勢。但係呢個時候咧，城通之星咧就越過咗佢噶啦。咁而裏面上緊嚟就軍事強人啊，嗰匹天明耀冇咗喎。睇翻前面先，城通之星咧就透出咗，追緊佢就裏面嘅軍事強人。睇呢個勢就城通之星贏啦。第二名軍事強人，第三名咧由前望八，第四名十全十美。